今天听前面的经验啊，说他们今天相对安静哈，他没有躁动啊，所以一切的因缘啊都自有安排。那今天感觉大众的心很安静，很祥和。其实我们放生最主要就是一再要创造这种世界的那种祥和出来，那种氛围。现在整个娑婆每个地球现在啊，杀业真的很重啊，不只是战争啊，战争的国家跟国家，我们回到生活上，我们饮食这件事情，吃啊众生的肉啊，过去都是自给自足，量没那么大，那现在呢，因贪心，贪到天上飞的、地上爬、海里游的啊，都要挖出来吃，而且那个量很大，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的这种业，整个氛围是杀业很重啊。那么在经典里面啊，我们都会常看到大德乃至佛陀他放生的经验。那这一次我们这堂课叫戒律学。那在课堂上你持戒，你自己持戒啊，你不杀生，那众生会因此得到利益啊，因为我们没有杀害的心。可是我们学到菩萨戒的时候，是不是讲除了不去做杀业，我们还要怎么样积极的修这个对众生有利益的善业？那放生就是直接面对众生的苦，直接面。你知道今天捞的那些小鱼，他们要做什么用的吗？要当鱼饵的哦。所以他们不是说一口就被鱼吃了或者吃了，他们是要被勾着身体，然后被船拖出去，然后在海面上这样飘，他们是痛苦的慢慢的死去。那所以我们今天像学会有这样的因缘，不定期的因缘，不定点的因缘，要创造这种放生，第一个就是从我们学界的角度来讲，不是只是在课堂上的一个学界，我们也不是在课堂上听菩萨戒的精神，是直接在生活上，在这个缘起面对真实的众生，他在苦，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你有没有一念的慈悲心，给他一点活命的机会？这个有关我们在菩萨戒的这个后面啊。有讲到助办因缘，你现在如果常常做这种给大家一条生路这样的因缘，那么未来因缘果报，你在困顿生命困顿的时候，你也会碰到很多贵人。那所以这个放生，第一个你必须要亲自看到众生在被关闭，他可能不知道即将要死，可是我们作为一个已经看到他即将要面对这个死亡的时候，你必须有那种慈悲心帮他解围。那么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学这个戒不是课堂上硬邦邦的，我认为我修得很好，你完全没有体验到众生的恐惧，跟意念到众生他必须要解救，那作为一个菩萨你怎么抉择？像刚刚我们一路上在车上，我们就知道外面有下点小雨，那我们跟现场工作人员就在抉择要不要延后，要不要慢一点。那其实我们会认为说下点小雨啦，因为我们都躲在家里，都偶尔淋点雨哈，也是一种经验啦。而且你把这个活动往后延的时候，那其实我们等一下就可能要吃到一两点。那其实只要那个心很坚定，你要修善法的心很坚定，整个因缘会转。那这个就是每一次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没有透过一个活动来办理，来去修行，你的智慧淬炼不出来，你是马上要做决定的。那么像这种放生，我们为什么要不定时跟不定点？因为我们也知道
如果我们经常定时定点来透过这个法会昭告很多人来，那变成一个固定的这个放生的时候，会引来一些，虽然我们在做善业啊，这善业是对的，但是会引来一些不必要的一个毁谤啊。那那种毁谤大家其实有听过，但是大家要先肯定你现在修这个善法是什么，因为你的本意是要利益众生，可是我们在修学这个放生这样的一个法的时候，却要一分智慧的关照，因为你一旦变成一个定点定时啊，那这个人的数量很多啊，那会招来一些生意人啊，特地去往为我们往补啊，来让我们放生啊。但我们学会这边，我们做了就相当有一个智慧的抉择，我们不做定点定时的那个量。但是我们把这样的善法抛出来之后，大众在学习的时候有没有办法看到我们这样内在的这样的智慧，就不一定了。因为很多人在学习的时候都学，所以我跟各位分享说，修学善法，你在佛堂烧香啊，你在做布施乃至在做放生的时候，不要只是学这个动作，我们真正的是要提炼那个悲心出来。所以放生是刚刚讲的，你常常给众生解除困难灾厄，那你未来世的部分，你也常常会碰到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啊。我们在课堂上都是我们身心因果啊。那你身心因果的话，你其实在现在因地啊，就可以跟众生结一点善缘。那结这样的善缘之后呢，我们里面又有一个抉择的学习，那个叫智慧啊。就我们也知道，我们一旦这样做的时候，不懂我们在做什么的人，他学我们这样放生，那可是他会造成另外一种伤害，就是会让商人来去买这些鱼啊。那所以我们自己要记住，我们今天做，你们不要只是坐游览车来，你要知道这中间整个安排它有它的道理啊，不定点不定时啊，那乃至为什么这场法会透过这样的放生，不是只有今天慈悲心，不是只有今天而已，是希望你们透过这种放生这样的仪轨，你未来在你自己的因缘里面都懂得要去放人家的生，护人家的生啊，这种善根要学起来啊。那菩萨道的一个活的抉择就在这里，我们不可能怕人家这个误解我们就不做。菩萨道其实就是说，只要利益众生的事情如果对我们有些诽谤或者误解，那菩萨道我们有讲过啊，那我解释清楚，我告诉你我们放生的内涵跟用意，前后的安排是很有智慧的，所以你解释清楚就不犯菩萨戒。那你这样做了，那你要肯定自己善法，你不要说这样做人家诽谤，你说哎呦，你就心生怀疑啊。所以要很清楚，我们今天放生的这个品质是不一样的啊。我们不是专门要把为了放生的功德而放生，我们是真正要把行菩萨道的那个精神提炼出来。那你们常常透过这样的活动，我们可能一年一次、两次，可能也不一定会有。那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去学习这样的慈悲，面对众生苦难的时候把那慈悲心拉出来。那这样的练习在生活中，你们要面对自己的这个人亲眷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常讲一句话，请你高抬贵手，放我一条生路。那当众生有这样祈求的时候，包括你的这个你在恼怒人家的时候，人家都已经很痛苦了，你都还不愿意放手，那这个就解释你为什么这一辈子啊，常常很多障碍都不能退，因为你在过去在面对你自己的菩提眷属，那个有缘眷属的时候，你从来都不是用慈悲心在对待别人啊。那所以这个放生，它主要是透过仪轨，你看到众生可恐惧的地方，你愿意啊，去帮他解除这种恐怖的因缘，也就是观世音菩萨怎么样，施无畏啊，让他们不要生命活在恐惧里面。我们最大的恐怖是什么？是财产失去吗？我们最大的财产就是
我们的生命啊，因为你有生命，你就能创造一切了。你生命被掠夺了，什么都没有了。小到一只蚂蚁，它虽然每天要工作，不停地找食物，但是它还是爱它的生命，因为它的生命，它才得以存活，创造它的价值。所以，当然，在这里面啊，我们要看到世间里面就是有斗争相，因为业果因缘的关系，就是众生的斗争性是肉弱强食。这个已经是一个现实娑婆世界状况，但是我们要问问自己，我这一期的生命跟未来生命要再加入这样的战局吗？要再加入这样子彼此斗争肉弱强食的这样子的游戏，生命游戏吗？今天你吃我，明天换我吃你，就是今天我做当东家，我请客，明天你请客，这个生命的这个不是讲的这么简单。人在失去生命的时候是会面临极大的恐惧。那么在我们大智度论没有讲，就是说整个罪里面以杀业最重。那我们在杀业里面为什么重？因为它第一个杀一条命就是偿一条命，就是要用命债来抽偿。那所以在这个这么重的罪里面呢，我们在不是你有没有信这个宗教的问题，你只要有杀生，这个业道就存在，你将来毕竟要还。你今世你吃众生的肉，你欠众生的这个业再多，那你就还。所以我们从善法上，我们鼓励大家不要去造这个杀业。那从这菩萨的这个角度来看，他不止就是自己不吃肉，以素食的这方式来持功德，那他在积极面上，他就是有放生跟护生这个善法，他是创造那种止杀斗争的这个因缘。所以在这个放生的另外一个就是护生，你们回到生活的时候呢，可能没有像这样的场景让你们放生，但是你们有护生的机会，就是你眼前若你有时候看到一只蜘蛛，或者说有受苦的这个动物在你眼前，你有能力去救它的时候，你应该出自己的一点钱跟心力，可以去做这个护身的动作。乃至有一个网络上一个故事，说一个小男孩在地上拨这个蚂蚁，那一个很有钱的富商就问说，你在拨弄这个蚂蚁做什么？他说我要把它拨回它原来的路上，要不然这只蚂蚁落单，它离开群体它会死掉。那这个富商看到这个小男孩这样举动，他说为什么小孩子的心这么纯净，他都会去想到这个 小蚂蚁离开团体就会死掉，他只是这样一个很单纯的念头把小蚂蚁引导到原来到他的路径去。那这个让一个富商在世界上有经验的人，他反而得到了一些启发，他自己发心再去做很多的这个帮助人的善业。那所以放生这个是提炼出你的仪轨，你有办法体验到众生的苦跟这个众生被逼迫，你愿意去给他一个生存下去的勇气跟生存下去的这个因缘。所以各位放生这个因缘呢，我们刚刚有特别这个陈会长有特别提醒说，大家要知道这个精神在哪里，不是只有放鱼这个动作，这个叫世间善人的举动。那这个当然有功德，你常常这样子改变，你跟他结好缘，那未来这些鱼啦、鸭啦、鸡啦，反正这个像目前处在三恶道的这个众生，未来有机会出现在你生命的时候，他们也会用另一种形态帮助你。但是真正的我们不是要贪量的功德，我们真正的是希望你在生活里面呢，你都可以去感受到众生目前正在为恶困顿当中，你要不要给他一个活的因缘，一个好的因缘。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因为站在人的角度看待三恶道众生，本来就是畜生道，但我们有能力，相对有能力可以去做这个动作，这个因缘就做了。
但是我们回归到人跟人的相处的时候，你有没有放生的精神？你是不是很容易在别人的伤口上撒盐巴？你是不是很容易在一件问题的上面不容易放下，那甚至产生斗争性？所以你这种放生提炼出来的慈悲，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的重点。那当然我们再拉回今天整个一场放生的功德，它整个功德呢，你说像我们在弥勒，这个弥勒菩萨他常常劝我们要放生啊，因为他以慈悲与众生快乐这件事情，他不需要造很多杀业。所以在弥勒菩萨的一首这个偈子里面有讲，劝居勤放生啊，那修久得长寿啊，这一句的重点在那个勤劳的勤，那修久，而且 你要很长时间，那功德当然就是所谓长寿。那各位想说，我常常做这种放生怎么会长寿呢？但前提是那个你常常做这个事当然你不要指望说我们每次都有这么大场殊胜的放生啊。刚刚讲过，你透过这样的学习，大家在一起放生是相对有力量，但是你回到生活中，一只蚂蚁或一只这个蜜蜂或者是什么在 窗口那边一直出不去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办法引导到窗外去？那个动作就是一种护身。那你常常这样做，常常看到的，常常听到有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逼身的时候，你观心菩萨的心情有没有起来？你当下有机会做观心菩萨的。那你这样子常常、经常累这个经年累月这样做，其实你内在的，我们从因地的因来讲，你内在的众生已经改变了。即便你这辈子的业报是带着一些小的病的灾难，或者即将发生灾难，因为你内在的这个众生，也就是你的五蕴的这个细胞啦，我们讲基因好了，因为你这样常常身心柔软，不跟嗔相应，你内众生先度了。那一个身心柔软的人，心情愉快的人，他不容易引发这个暴怒的那个疾病出来。所以你内在的这个地水火就已经改变了，那你对于这个被解救众生这外在的这个众生呢，就算你是众业，那你现在常常这样做，那你有解冤释结，你常在练习这个，你慢慢把那个结本来弄得很紧的这个结慢慢松动了，慢慢松动。你不要小看一只蜜蜂一只鱼，是你在影响，你在释放的那些被你解救众生，他本身的因缘的后面代表什么，你是看不到的。但因为你常常做，因为这重点在勤，你不加以减责，反正你就常常做，你这件事情慈悲护念众生的心放在心里面，看到跟你有因缘的你就放。像弘一大师的护身集也是这样啊，我们很学的很喜欢看弘一大师的书，弘一大师的那个书这个护身集啊。他有就是在渡船的时候，那遇到一个养鸭人家要拿去卖，要拿去宰，他当下买下来就把它放生了。就是有那种因缘，你碰到你有机会救到的，你都不放过。那长期熏修下来，这种众生还没有形成定业的时候，你这样子跟他改变，他会有机会从中报变到轻报。那么对那个跟你本来没有那个直接定业关系不定业的，那因为你这样常常广结善缘，未来他们因缘转啊在生命，其实各位不要一直想说你消灾延寿就延这一期生命啊，我们的人的生命是无穷无尽的。那你现在问你自己，你会不会怨恨跟讨厌你前辈子的那个你啊？你觉得现在很满意的举手，你觉得你现在很满意的都没有啊？觉得很不满意的举手啊，也都没有啊。所以就是说，所以前辈子还不错啦哈，所以你们都还是感恩上一辈子的你。那其实你现在做的就是无量劫后面的你，你要给他怎么样的生命条件，从现在就是啊，结这个缘。那这些生命我们透过轮回的转盘，我们当然要去净土了，因为这样转
很危险啊。但是净土回来之后，娑婆世界其实曾经被你帮助过这些人，都会纷纷的出来，都会形成你善的因缘，啊，所以不要只看一起，啊，所以不要只发生现在生命有困顿，你生病的时候才要想放生，那个太慢了，啊，是我现在身体还好，心还很明了，我还有点能力，啊，那我就应该去修这样的一个善因了。所以弥勒菩萨他讲的这个勤放生得长寿，是从长久的这个业缘果报关系来讲，你一点一滴去改变它。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若发菩提心，啊，大难无须救，啊，他就点出了你做这件事情只是因为我身为一个菩萨，啊，当然现场不是每个人都有到学会听课啦，我们现在学会讲课讲菩萨戒，到后来就是鼓励大家说做菩萨，那我相信你们现在没有说菩萨戒的，也发心学习做菩萨。你先从小菩萨做起，你没有学戒说戒没关系。我先从内心，我发愿把观心菩萨当作我的偶像啊，我的那个学习的对象啊，我慢慢的现在一起学啊。那观心菩萨最大的心就是慈悲心。那我刚刚讲到，我们这次放生有些安排是有透过智慧的抉择，为什么要选在这一点？为什么选在这一天？为什么选在这个种种的因缘安排之下？因为那有智慧，那加上慈悲啊，这两个就是菩提心了啊。那整个菩提心就是你整个菩萨修学的一个内涵了啊。那所以，因为你发了这样，你常常扣住菩提心做任何一个善事，包括放生这个事情，其实你对佛陀在讲业果关系的时候，你根本心中不会有恐惧恐怖的，因为你深深的知道你离杀业这件事情越来越远，而且你还给众生很多佛命很好的因缘。所以后面讲大难无须救，就是说你要从内心深深的肯定这样子的因果业缘关系，你不用等到说这个大难来时啊，临时抱佛脚啊，要人来救你，啊，那时候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啊，哈。所以就是从这种菩提心啊，一念清净去做护身这样的动作啊，这样的一个事情了，啊，哈。那我问各位。有没有慈悲的那个？有没有简单的慈悲啊？慈悲简不简单？你慈悲众生，众生会不会完全的回报给你？你当初所付出的一切，在娑婆世界，如果你能碰到这样子，那代表你过去修得很好。但在娑婆世界，通常你碰到的是，你对他好，那他还会误解你。其实我这次来美国的时候发现，你们能在这个区域学习是相对好的，因为我常常拿这个要施食的水果到院子里面去，你们停在树上的小鸟松鼠不会怕人，所以他感受到你的好。但是我们在自己的国家台湾，还是就是台湾好了，拿东西要去的时候，众生他第一个是先逃的，因为他已经感受到你要吃他的那种气息了。那他当然不是针对我了，就是那个整个氛围，那个整个环境的气场，让他感觉到没有善意。那么所以在这样子这个人心一样，这个不一样的情况，你塑造出来的氛围就是不一样。那所以你即便要做布施，但是因为众生他不知道你是来真的来假的，啊，因为他的这个一下子我们人啊好的时候就对你好，那人在起嗔的时候就忽然把你抓来吃，啊，所以众生搞不清楚你到底是真的好还是假的好。那只有佛陀，我们慢慢修到佛陀这样的一个这个完美的人格的时候，让众生才能全然放心，啊，所以有时候我都走过一个地方，看到狗在跟我吠，或看到小鸟惊怕的飞走，我们都会观察自己其实慈悲心还是不够的，所以还是慢慢去修行。
那我刚讲慈悲是不容易的，只有辛苦的慈悲啊，没有简单的慈悲。因为你慈悲是要透过练习啊，众生会误解你。那第二个，你慈悲在抉择的时候是要有所牺牲啊，但通常都是牺牲到自己的。文这个释迦牟尼佛在修行的时候，是不是有老鹰要抓这个鸽子？那鸽子跑到释迦牟尼佛身后去躲的时候，那老鹰呢也来讨啊，说：“哎，你要保护这条鸽子，那我呢，我的这一餐就是鸽子啊，那你保护它，我死了怎么办？”那释迦菩萨怎么说啊？鸽子多重，他就割自己的肉。鸽子三两重，他就割下三两重的等值等量的那个肉，让老鹰来吃。所以你能做到这样两方都周全，当然只有真的发心的菩萨做得到。但是当我在行菩萨道的时候，没有的时候，我们上课讲什么？慈悲有时候两难两全，很没有办法两全其美，那就是取其两害取其轻。所以未来呢，我们就是以释迦菩萨这样的一个精神为高标准，但是在学习过程你不要怕做决定，它是一个对众生有益的事情你就去做，但是招来一些误解跟批评你要承担。这个没有一个菩萨是没有承担，透过这个承担历练来的，因为这样子才有办法开发你的真正的慈悲跟智慧，不是在课堂，不是在课堂。今天我们语言灵了，哎，坐了那么久的车来，这个整个都是一种心力上的提起啊。那你躲在家里看了一些佛经、慈悲、智慧，很感动，当然那个有点功德，但是你还是在家里修慈悲嘛。但是你没有真正的面对这个众生法界的苦难的时候，这个恐怕那种感受就不是那么深了。那我希望有因缘就做，我们不管，我觉得呢，我们先不要去看一个发起的这个团体的大小，他做事的大小，只要他在安排都事情，他有尽量在周全，你的体验到这个整个放生法会是很平和的，他也尽量顾及到一些细节，你就尽量去参与。因为我们若菩萨道在末法，这个也怕人家讲，那个也怕不要做，那告诉你，恶法就盖过善法了。各位知道，我们尼泊尔有一个很震惊世界的新闻吗？他每三十年还是五十年，应该是每二十五年就举办一个屠杀祭，那个如果各位看到相片会可怕，因为我们今天很幸运，我们今天还能听到大圣菩萨的知见，以护身、以慈悲为修行所缘。你如果投身到尼泊尔，那尼泊尔那边也是很多印度教，也是佛陀曾经去弘化的地方啊。但是今天那个地方已经信奉他们支见邪教，就是为了要祈福啊，就是以众生的命来祈福。那整个的杀害的鸡鸭牛羊，反正就是家畜类的哈，那个整个是血流成河啦，就是五十万、几十万在算的，就两天内杀了这种众生。那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因为他知见上会认为说这样，因为他们祭祀的是个女神呐，那个祈福女神啊。然后他们的知见上是认为这是对的事情。一旦我们在生命中落入这样的一个邪知见的一个因缘呐，你以后呢，你的因缘就是在那种争斗杀害的这个因缘里面啊。所以，还是世界上这种斗争杀害还是有因缘在做，但是我们现在能去逆转的一些善法，能去示范的这样的一个放生的一个善法，我们能做的就尽量去做，就去做。那我举两个台湾跟澳洲的例子啦。那澳洲是最近的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叫阿诺的这个渔夫，他们类似，因为澳洲有很多这样渔港，那渔夫叫阿诺。
他也放生了一条鲨鱼，鲨鱼是很凶猛的一个虎头鲨啊。那后来他放生出去的时候，那个鲨鱼又回流，到现在一直跟着他，啊，变成他的宠物一样。那所以我们很难理解说鲨鱼有这样的灵性，但是缘起法界就是有。那这让这个渔夫就很感动，他相对的就因为这只鲨鱼，这只鲨鱼叫心地，把他内在的那种对众生的那种平等对待的那个心拉起来。我想他也不会因为这样子就没有去捕鱼啦。可是你看我们刚刚在回向的时候，有没有回向给那个渔夫？有没有各位有用心啦，有回向给渔夫的，希望他早一点脱离这样子的一个鲨的行业。但是谁去渡？不是我们现在长得很好看的那个书生，就跟他你不要捕啦，不要杀，是谁啊？是那只鲨鱼去渡他的。那这个在台湾有这样的故事啊，就是本来是养鸡的这个养鸡户，可是在杀鸡养鸡十几年之后，有一天就看到一只鸡，那只鸡很特别，它的眼神特别锐利，特别的那种感觉，好像看到它眼睛看到亲人这样子。当下这个养鸡户立刻停掉所有的养鸡的这个事业。所以这些我们与其说我们在放生，那事实上是真的菩萨要度一个恶心众生，他自己是视线三恶道里面的众生，是来度化你，反度化你的。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功高我慢了，我今天放你刚刚是讲我们放生对不对，可是反过来讲是他们激发我们内在的慈悲心的这样的一个功德。而且你看他有办法 度化这个我以杀业为主的这个众生，这个农夫，这个养鸡农还是渔夫，所以因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啊。所以我们呢，不要小看这个所谓三恶道众生，因为这里面你为什么对他有感觉？因为他过去可能真的就是你的累劫亲缘，在因缘的交错下，他看到你，你看到他，那个心被提炼出来。那才让你有点恻隐之心啊！累劫你的众生父母或者师缘兄弟姐妹同行三世事都有机会到那一道。那你过去杀害的那些三个道，也有机会被你身边的人，所以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你有时候也不晓得为什么我没有跟你结恶缘，但是我特别讨厌你，或你特别要来障碍我。这里面有太多的恶缘，所以我们就从这里面呢，从放生来学习结好缘这个事情。你结了好缘，未来的眷属就没有斗争，你未来身体的报体就没有生病，不会多病这样的事情。那我们在娑婆世界当然就是除了健康，你的生命要长，那你学习就不中断。但是更重要的都不是求这辈子的一个安乐而已，是你把这一念菩提心护住，这念的菩提心的善根会带你穿越每一世的生命，你最大的富贵在这里，因为你每一期的生命都会败坏，但是你因为累劫养成护身爱惜众生饶益有情这样的一个菩提悲心，会让你生命不断的圆满。简单跟各位这样子来分享，因为当你发心要去做那件事情的时候，你的菩提心就起来了，你那功德就起来了，那可是你可能过去的因缘也让你买到死鱼啊，那是什么因缘不知道啊，都不用想太多。我觉得那个做了就放下，不要我刚跟陈会长在讨论一个事情，菩萨道没有一次就做圆满的，我们不要在一切善法，你反正这是好事对不对？好事里面的不圆满，你不要心放在不圆满上，你要放在你的善法上面，你一直放在不圆满上，那你的善法就打折扣了，所以那个就叫因缘。今天下雨也是，今天下雨，各位不要当作下雨，从上车沿路我们在看下雨怎么办，下雨怎么办，在联络，到现场改变决定，变来变去。都在学习那个因缘观，如果各位只是在那边坐那边等着放生，那很可惜的。
整段这一个多钟头就是在学习因缘观。今天修慈悲观之外修因缘观，我就在观察里面，有人心就很躁动，那有人心就老行仔仔，我们陈会长就老行仔仔啊。我们那个本派居士在他们联络的时候，他在那边其实就是很稳，我希望各位也要很稳。当然我们希望把活动办好，所以有一个一定要负责联络，可是你们坐在车上的时候，有没有在观察整个因缘的变化？到后来你会发现一些担心，到现场的时候那些担心都没了，都没有了。所以回应你，就是你们下次放生一定会碰到所谓的不圆满的地方，你要把它转过来，转过你 最初发心的那一念。看时间的概念是我们不耐烦的原因，你会觉得一两个钟头，好，你就看得很就惨吧，你就好像很受不了这一群蚂蚁。可是严格来讲，去想一想，它其实并没有去伤害到你，它只是在它的路上来找这一滴蜜，那这滴蜜你也不要讲不小心了，你就当作你布施给它就好了。方法啦，就是我在住在山上有这样的状况，就是我前面一两年其实是没有办法跟蚂蚁这样子，我每次在煮东西的时候它就来，但是到后来怎么样，大家你要够耐心。我在屋外的某一个区域，再让他们去找食物到固定那一区，但是那个你要有耐心训练他们，你要花一年到两年让他们在那边找，就是你要养成施食的习惯，就是在外面。就是可以透过回向，就是诵经回向，因为我觉得大悲咒我个人用会很好，因为我常常每天做功课，但是都不能中断，你要去撒整个路径，你可以去撒，你先做看看是有用的。放生不一定要去买东西来放，其实你家的院子有很多昆虫蚂蚁一些动物，乃至流浪狗经过你家的时候，给他们存活下去的食物，那也是一种放生，那叫护生。你不要为了要放生去买东西来放，因为这个有个问题，这个就是一种智慧啊。你如果知道乌龟必须活在哪里，你去买那个乌龟去放在那个地方，这样可以。可是你买，有时候买乌龟，有时候买金鱼，可是你放金鱼到这个海里海边，它应该马上就死掉了吧？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你去买的东西，那个都是养的，人工繁殖的，你把它放到大自然里面，那个环境不对，你反而就放死啊。那你要放生，要掌握它的意义，你不要说我一定像刚刚法师讲在鼓励这个要多放生，不是要你去买东西去放，是你要把那个精神学起来，护生放生慈悲的那个精神，有因缘就放，那没有因缘你就修慈悲观啊。那念佛很好啊，不用仪式，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你念的得力，你念出法喜欢喜，你念出阿弥陀佛对众生的那种接引，那个就是一种慈悲啦。劝君勤放生，修久得长寿，任何一个善法你就要久修才能成就啦，所以你试看看。我们真的要从生命中去体验啦，这个当你自己有这样的体验的时候，你对这样的事情才会有信心，才有信心。那我再强调一次，不是只有对三恶道众生，你对周边的人你要不要放生，因为我觉得我们对别人的仇，对别人的不好都一点都不手软的，不放过人家一条生路。所以我们不只要同情弱者，我们跟周遭的人相处也一样，要给人家好的姻缘，要给人家好的姻缘。我们刚吃完饭，各位我们要感谢，现在整个在末法，现在整个世界地球很多人没得吃，所以我们吃饭除了供佛，那甚至发愿有能力要布施给众生吃的，那吃完之后感恩心，我们要回向提供我们这一餐的种种因缘，所以我们还是要做解斋啊。那解斋没有念过的就跟着念，我们请合掌。萨多南三藐三菩陀，具知难
谈之他唵则利主利准提娑婆诃。所谓布施者，必获其利益。若为乐布施，后必得安乐。饭食已弃，当愿众生所作皆饭，具诸佛法。阿弥陀佛。好，愿各位哈持续的菩提路呢，无灾无难哈，消灾延寿。阿弥陀佛。